记者陈文婵高雄报道。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今推出四种会员卡，是无潜力主打无限卡，全年无限畅赏，更为功成幕后英雄打造专属英雄卡。今款待幕后英雄成为座上嘉宾，准艺术总监简文斌亲自制赠英雄卡，一同分享卫武营的荣耀与喜悦。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将于今年10月完工，邀请曾参与金马、金钟、金曲奖视觉的知名设计师方旭中操刀，以厅院的色调、场馆视角为设计概念，利用观众偏好与年龄区分会员类别，推出生活、青年、英雄、无限卡，结合一卡通功能，卫武营史无前例推出无限卡，年费25,000元，全年无限畅赏，主办活动享有优先入座权，无需再付费购票，享受艺文贵宾级待遇，限量100个名额，还有加购票优惠、会员专属活动及住店消费优惠等。卫武营更首度开创英雄卡，参与卫武营工程人员5000多人，以邀请制招募幕后英雄，目前已有300名会员。准艺术总监简文斌亲自制赠英雄卡，感谢这群牺牲与家人相处时光，打造卫武营成为世界最大单一屋顶场馆的英雄们。英雄代表吴通明过去担任工地所长，他表示，卫武营规模大，特殊又复杂，是很困难的工程，对于身为工程人员而言，一辈子有机会能做到卫武营这样特殊的工程，是一辈子求之不得的事情。他从事建筑工程31年，这是第一次工程完工后还被人记得，他觉得很感动，未来会带家人来欣赏表演。准艺术总监简文斌指出，首批会员推出惊喜三重奏，8月底前加入会员可抢先预约开幕前观赏到特别策划的演出活动，今年底前加入会员有机会获得纪念礼，会集特会展延至明年底。一卡通总经理张秋琪指出，卫武营会员卡结合一卡通，兼具艺文及交通、生活支付功能，方便民众购票并享受优惠，只要一张卡片就能通通搞定。